我是 KnitLove HK， 今天想教大家做这一款立体单元花，希望大家去 subscribe 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用到的材料有线，用到的工具有 2.0mm 的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现在开始钩织示范，抽四片织片，这四片织片呢只有第一和第二行，钩第一行，钩八针所针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将支钩针嘟落去第一个锁针位入边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一行钩好，我哋而家开始钩第二行。第二行咧系钩四组四针长针，中间有三针锁针。而家开始钩第一组，将三针锁针当系粒针，再落翻喺呢个大窿位入边钩三针长针。做三针锁针，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组单元，落翻呢个大窿位入边勾四针长针，做三针锁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四组单元。四组单元勾好，将支钩针嘟落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，留少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拉翻出嚟，将线头拉过去背面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三行。第三行咧系勾四组十二针长针，而家开始勾第一组，将支钩针从呢一个大窿位嘟落去，攞另外颜色嘅线，翘线拉翻出嚟。先勾三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再在同一个大窿位勾十一针长针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再去翻呢个大窿位入边勾第二组单元。第一针，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第五针，第六针，第七针，第八针，第九针，第十针，第十一针，第十二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四组单元。四组单元勾好，将支钩针嘟落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，留少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嚟，将条线拉过去背面。第一片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四片，四片织片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四行。第四行咧要进行拼接，我哋将呢两个位进行拼接，攞另外颜色嘅线，将支钩针从其中嘅一个入针位嘟落去，翘线拉翻出嚟，做钩针锁针，喺下一个针位钩针短针。在下一个针位钩针短针，在下一个针位钩针短针，在下一个针位钩针短针，在下一个针位钩针短针。这一片织片我们勾一行短针，一行短针勾好，留少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来，将条线穿在缝衣针上面，从这一个针位穿入去，再穿回去这一条线的出线位。收咗多余嘅线头，攞另外一片织片喺两组十二针中间，将支钩针嘟落去，翘线拉翻出嚟，翘线做钩针锁针，再喺下十一个针位勾十一针短针，第一针，第二针，
第三针，第四针，第五针，第六针，第七针，第八针，第九针，第十针，第十一针。十一针勾好，将勾针上面嘅线扯长少少，攞之前织好嘅织片，从呢一个针位将只勾针笃落去，再将只勾针笃翻去呢一个线圈入边，将条线拉过嚟，跟住再喺呢个织片上边织短针，第二针、第三针、第四针。第五針、第六針、第七針、第八針、第九針、第十針、第十一針、第十二針。十二針勾好，就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將只勾針從呢一個入針位篤落去，再篤翻去呢一個線圈入邊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再下一个针位勾短针，再下一个针位勾短针，再下一个针位勾短针，再下一个针位勾短针。我哋用短针勾法勾至呢一个针位。第一、第二片织片拼接完成，我哋再将第三片织片嘅呢两个位置进行拼接。攞另外顏色的線，將支勾針篤落去兩組十二針長針中間的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翻出嚟，翹線做勾針鎖針，再喺下十一個針位勾十一針短針，第一針、第二針、第三針、第四針、第五針、第六針。第七針、第八針、第九針、第十針、第十一針。十一針短針勾好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扯長少少，攞之前拼接好嘅織片，從呢一個針位篤落去，再穿翻去呢一個線圈入邊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再喺下十二個針位勾十二針短針。第一針、第二針、第三針、第四針、第五針、第六針、第七針、第八針、第九針、第十針、十一針、十二針。十二針短針勾好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扯長少少。將支勾針從呢一個針位篤落去，再篤翻去呢一個線圈入邊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拼接完成，再下一個針位勾短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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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哋用短針勾法勾至呢一個位置，一行短針勾好，我哋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。將條線穿在縫衣針上面，再從這個入針位穿入去，再穿回去這條線的出線位，收埋多餘的線頭，剪走多餘的線頭。第三片花片拼接完成，我們再將第四片花片的這三個位置進行拼接。拿另外顏色的線，將支勾針從這兩組十二針長針中間的這個入針位篤下去，翹線拉翻出嚟，翹線勾針鎖針，再下十一個針位勾十一針短針，第一針、第二針、第三針、第四針、第五針、第六針、第七針、第八針、第九針、第十針、十一針。十一針短針勾好，將勾針上面的線扯長少少，攞之前拼接好的織片，從這個入針位將支勾針篤下去，再篤回去這個線圈入邊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，
再下十二个针位，我十二针短针，第一针，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第五针，第六针，第七针，第八针，第九针，第十针，第十一针，第十二针。好，将勾针上面嘅线扯长少少，将只勾针从呢两个针位笃落去，再笃翻去呢一个线圈入边 ，Q 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，再喺下十二个针位勾十二针短针，第一针、第二针、第三针、第四针、第五针、第六针。第七针、第八针、第九针、第十针、十一针、十二针、十二针短针勾好，将勾针上面嘅线扯长少少，将只勾针从呢一个入针位笃落去，再笃翻去呢一个线圈入边 ，Q 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，第四片花粉拼接完成，喺下一个针位勾短针。在下一个针位勾短针，在下一个针位勾短针，在下一个针位勾短针。我哋用短针勾法勾至呢一个针位，一行短针勾好，我哋留少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嚟，将条线穿喺缝衣针上边，从呢一个针位穿入去，再穿翻去呢一条线嘅出线位，收咗多余嘅线头。剪走多余的线头，立体花勾织完成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和 Shar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 多谢大家收看。